前议长、现任友台小组主席戴户杰将在近日率团访台。外交部表示，这是继法国参议院友台小组十月来访后，再度有法国国会议员组团来台访问。我国政府表达诚挚欢迎。外传访团抵台的时间就在15号的上午，而外交部则表示，进一步的消息将会适时的正式对外宣布。这是我们刚才收到的最新消息。